在陪陪这快艇杭兆廷，掌声鼓励。第一年回到国内来打职棒，就能够打进到季后赛，现在这个滋味是不是特别的甜美，特别的醉人呢？太爽了，太爽了。我偷偷问一下，你那酒量好不好？还可以了。但是今天应该醉得会很开心。来谈一下第一年呢，打中华职棒，然后在统一狮队，然后也受到球队的重用，是不是有特别要感谢的人？当然感谢统一球团今年对我的栽培，然后我还有我的前辈们对我真的非常的照顾，然后我爱死统一了，我爱死你们了。谢谢快艇杭兆廷，也期待在总冠军赛有精彩的演出。